教育方面，我也是提出教育方面，我们的宪法也告诉我们，政府不能歧视任何的学校，不管是马来学校、华小或者印度小学，在破款，在发出破款的时候，政府不可以歧视任何的学校。 因为它是别的种族的学校，或者别的宗教的学校。我的意思呢，根据我们的宪法，我们要跟政府清清楚楚的讲，我们的宪法告诉我们，在破管的方面，必须要一视同仁。